人的承诺，人民的期待，如今安在哉？柯同学肯定是偷偷收看政治官僚的会议，搞不好呢还加入红土学会，上黑箱，带我们出品出品的受政治学院的学位啊。好，那么所以我想柯同学基本上在哪里？他是在全部都是我们的政治看一路。到一个，从第一路不断的看，